揉面压皮机系列，本厂生产的 YP-350 一型、350二型、YP-500 型、500一型、YMZD-350 型、500型系列自动揉面压皮机是面食加工的主要设备之一，主要用于揉压各种酥韧性面团及各种面皮。YP-350 二型、500一型是改进型，采用链条传动，具有噪声低、传动平稳、效率高、操作方便、外形美观等特点。YMZD-350 型、500型自动压面机是吸收国内外各类机型特点而开发的新产品，由于采用了本厂专利技术，使面团输送、折叠和揉压自动连续完成，无需人工翻动及折叠，既卫生又安全，减轻了操作人员劳动强度，节省工时，深受用户青睐。